曲小磊，职业中医师，清晨中医沈阳大东莞康复科主任。大家好，我是清晨中医曲小磊医生，今天给大家讲解的穴位叫做血压点。血压点它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呢？可以调节我们高血压，也可以调节低血压，包括我们的这个颈椎病以及落枕。它的位置在哪儿呢？在我们颈部最后方。我们正常站立的时候，颈部会有一个凸起，明显的这个凸起的体表特征，它叫我们的第七颈椎。我们通过第七颈椎向上去触摸，还会有一个凸起，这两个凸起之间，就是第六第七颈椎两个凸起之间的地方有一个凹陷的地方。你将这个凹陷的地方旁开两寸，两寸是多少呢？就是用我们的这个大拇指，这一个大拇指就是一寸，两个大拇指就是两寸。如果您是低血压呢，可以用艾灸去灸它；如果您是高血压，可以用刺血的方法，用我们的这个碘伏去消一下毒，用测血糖的小针轻轻点刺，放出几滴鲜血，您的血压立刻就会得到调整。如果是落枕和颈椎病，我建议您也是同样用刺血的方法。